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的5月8号，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所以各位马来同胞呢，各位马来人呢，记得下次投票的时候呢，投我哈，Mohammad bin Khalil 啊，我会是你们最好的那个 YB 啊。人家一直讲马来人贫穷啊，马来人懒惰啊，马来人没有前途啊，投我 Mohammad bin Khalil 就可以了。一切都会改善的，给我5年，5年里面呢，你们的收入呢一定超过2000块的，没有人在讲你们懒惰的，你们会赚很多钱，你们可以肯定改变你们的生活，之前的一切的60年的不好呢，忘掉，通通忘记，记得投我，穆罕默德·宾·克利尔。好了，如果我这样讲的话呢，你觉得那个马来人会怎样 respond 我呢？我相信是这样子的。哎呦，德里玛嘎塞啊，穆罕默德宾克六啊，德里玛嘎塞啊，玛呀，德里玛嘎塞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为我们马来人做事情。德达比，但是啊，德达比，卢布干马来哟，卢奇娜，so 给他德里玛嘎塞啦啊，是的，因为你是一个华人嘛，虽然你很帮助我们马来人，我们马来人社群很感谢你，但是你是一个华人嘛。所以我们马来人感谢你就可以了咯，所以大家明白了没有？现在的所有马来人呢，都有念书，都有读书，头脑再差也不会差到那里去那 A B C D E F G 总会读吧？是不是？Saya kamu awak dia mereka 统统都会嘛？是不是？所以呢，那个妈妈呢，不要在那边骗人了啊！现在所有马来人都知道呢，那个是妈妈，知道吗？那个做了22年，用22个月的那个首相呢，他不是马来人哦，就像我一样等下我也改名了，我喊马炳克哦，我就天天讲马来人好，马来人贫穷，马来人什么人家一句话回你，你就倒了吗？路都不干马来哟，所以那个现在一样了吗？所有马来人都知道了吗？现在马来人直接在那边下面讲哈，路不干马来又路妈妈我跟你讲呢，其实我 Cleo 呢，我生平最痛恨一种人，知道吗？反而那些赌鬼、酒鬼啊、赌魔、酒魔这些什么呢？那种是他们坏习惯，那种是坏习惯。如果他真心要改，还是可以改的但是那种不认自己祖宗的人不认老祖宗的人哇，这种人跟你讲我生平最痛恨的。叫华人的就叫汉奸，马来人叫马奸嘛，那个妈妈奸不懂叫什么啦，那个自己不认自己祖宗，那个妈妈我不懂叫，那妈妈不懂是什么奸妈妈奸是不是？华人汉奸嘛，马来人马奸那个妈妈奸会不认自己祖宗的人呢，他的心肠是最狠毒的，知道吗？他的心肠呢，哇！我跟你讲，你什么赌博，什么那些酒鬼色魔，什么那些没有，那些是一种的坏习惯算了自己祖宗都不承认的人呢，那种人呢心肠多毒多狠的，知道吗？他可以欺师灭祖的他不认自己祖宗呢，硬讲自己是马来又硬硬讲自己是马来人呢，还要你们认同他是马来人，还好现在遭遇大反弹所以呢，人家讲笑话嘛最近那个成龙很出名，知道吗？就是香港那个成龙大哥咯，因为成龙呢接了什么公司的广告呢？那间公司就倒，不倒也是喘气，也是，总之，成龙一到呢，话痨耶，成龙一跟他代言呢，成龙一跟他打广告呢，话痨，那间公司就那个最出名就是虾皮嘛，那虾皮给那个成龙代言一下，你看虾皮裁员裁到多少人也是差一点的喘气喘到那么马来西亚有没有成龙呢？有咯，就是那个妈妈咯。现在是谁跟他在一起所以就像成龙在找成龙代言这样子所以呢，上个星期我们都知道嘛，那个哈迪阿万呢，那个伊胆呢去找了老马嘛你觉得马来人会接受吗？你觉得马来人会喜欢吗？带去荷兰了整个带去荷兰干了整个伊胆呢完了跟你讲现在在马来社会当中哇老诶，遭受排山倒海、海啸般的袭击人家大肆批评他们哇老诶，我们一心帮助你回教党一心捧你回教党然后他还讲很多华人支持回教党
现在去跟老马，跟那个什么那个马监又不是汉奸，又不是不懂他是什么奸啊，去跟那个人啊，你回到班去跟那个人合作啊，你简直是让我们大失所望啊！啊，真的是真的，这个就是目前的那个情况啊，所以那个国门呢，哎呦，这次是危在旦夕啊，反而团结政府呢非常非常团结啊，来。我们看看精彩刺激的经文呐、啊。所以在古代呢，真的是大马还是很多人 A B C D E F G 不会读哦啊，所以看到他呢，就以为他是马来人哦，就以为他为马来人，样样为马来人哦。他讲的这什么都帮助马来人呢，人家还以为是真的。现在呀啊，人家教育受高了啊，路都不干马来哟啊，路不干马来哟吗？啊，你一直讲帮助马来人做什么？帮助回你的妈妈啦，啊，不是，啊，所以呢，他们人家上个礼拜其实人家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那个包括伊朗的 supporter 呢，包括很多马来人，特别是中间，这次对那个中间派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知道吗？啊，中间派的人都非常非常的震惊，简直是吓到，简直是无法相信啊，想不到伊朗呢会去跟那个老马呢结合啊。啊，所以每个学看到很多学者了，很多文章呢，啊，那个马来文、英文的那些我不放了啦，太多太多，你们去找就知道了。哇，一个个在那边批评他们，哇，你们真的太过分了。这两个想不到这两个合起来，所以安华讲的就对了啊。安华讲说这两个真的是一体，他们两个呢是去私立之后呢，哇，一直在煽动马来人仇恨其他民族哦。啊，你煽动马来人可以。那么你自己必须是马来人吗？现在问题是你自己都不是哦，啊，你不是马来人，你还煽动马来人去仇恨其他民族，哇老爷，你这带人家去荷兰干的嘛？啊，是不是？啊，所以利用种族情绪呢，马来人从他们不要忘记呢，之前呢，啊，国门政府呢是伊朗吗？啊，伊朗之前呢谁做首相？啊，那时候西蒙的首相是谁？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很多马来人讲了啊，他说有些人认为是他没有钱了，因为那个啊，丁丁是不行了嘛，丁丁做老板上丁丁了嘛，他整个户口被冻结了，那几亿元不能够用呢，所以他现在去找那个马来西亚最有钱的那个人哦，啊，那个丁丁不行了嘛，啊，另外一个更有钱嘛，所以他们现在去找呢老马喽，人家都讲了啦，人家都讲不能够接受啊。这个回教党跟老马他在一起不能接受，完全不能够接受啊！包括我们的那个罗佛完主啊，他讲的更加经典，知道吗？啊，他讲说啊，哎，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啊，他有本事啊，生出3个亿万富翁的孩子？各位观众朋友，有几个？那沃尔玛咯，罗斯柴尔德咯，啊，还有几个有本事？哎，就是我们马来西亿这个啦，3个孩子都是亿万富翁啊！哇老哎！如果要颁发全国最佳模范父亲奖，当之无愧啊！世界上只有罗斯柴尔德啊，那个沃尔玛啊，做得到的嘛。啊，再来就是他罢了啊，他3个孩子都亿万富翁啊！啊，现在是我们的啊 TMJ 自己讲的啊，他都无法相信啊！这人家，所以呢，你看啊。这个太过分了，所以现在呢，人家就是现在就是要打他的时候，现在就是他为什么他的孩子啊，通通成为亿万富翁呢？现在就是要调查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回教党在这个时候跑去跟他合作啊，真的是啊，让人家大跌眼镜啊！啊，今天他又讲说，哎呦，下次竞选的时候啊，通通不可以贴啊，啊，又在讲这个东西哦啊。好了，那么我们讲那个伊达呢？最近出大事了哈，那么这个我们昨天讲万西福算的这条账呢，真的到现在没有人有办法算得出，怎样借1.8万还3.5万，怎样 calculate 按都按不出来，真的是按不出来啊。然后这个拿那个泵坝啊消防栓的那个水啊，今天非常非常严重了啊。因为这个消防栓的水呢，你们记得这个是战略资源，这个是战时资源，打仗的时候用的，大灾难的时候用的水，任何人都不可以动。但是也不是说不可以动，你必须去跟泵坝申请，我要用一下你的水啊，因为这个是战略资源来的啊。你如果动用私自动用国家战略储备资源呢，哇，这条罪呢，这个是战争罪，这个是军法，知道吗？啊。
所以现在那个济南丹的那个邦巴讲呢，他连申请都没有申请。他说要申请可以白纸黑字 print 一张 A4 纸给那个邦巴啊，邦巴收到 A4 纸啊，邦巴那个邦巴的头呢啊，那个头不够大还不可以啊，要找一个很头最大那个戳一下才可以的，知道吗？啊，因为这个消防栓是很严重的事情啊，这个是国家战略储备资源，这种东西是不可以动，任何人不可以动的，只有邦巴可以用罢了。啊啊，你要申请那封信呢，他可能济南丹的那个最大的头呢不能够啊，他还要打密去 KL 那个更大那个头更大一点的，他来戳一下你才可以用，知道吗？啊，因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他们一点都不懂的那个严重性，就随便拿来用啊啊。所以你看，消防局讲没有申请，申请都没有申请，没有申请叫做什么？叫做出力，叫做偷咯。啊，现在你在偷国家战略储备资源呐、啊？啊，哇，这条罪呢吓死人了、啊，是不是？啊，现在我们看团结政府那边啊，所以你看到了，他们就是那一群人哦，啊，那一群呢，啊，以前我们公益人生讲过很多次的了，啊，那现在不讲了，啊，不讲了，啊。反而是这个团结政府这边呢，非常非常团结哦。我跟你讲呢，这里呢汇聚的呢都是马来西亚政坛的精英啊，这么多啊，从东马到西马到什么马都有了啊，没有老马了，其他什么马都有啊。这一群的精英呢，难道会斗不过那个叫人家哎老公有小三啊？那、啊、你做哆啦 A 梦那做小叮当那小叮当小叮当小叮当啊，中口味去晒太阳啊。难道这一群人会斗不过那种人呢？不可能的嘛！啊，这个很简单的东西嘛！啊，这群马来西亚政坛的，这些，他们会斗不过那个小叮当啊！会斗过那个团圆饭不可以吃啊！所以呢，你们放心了，这个团结政府这边呢没有什么问题，他们非常非常的团结。然后国政再次讲呢，那个国政30个议席属于那个党所有的，他们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就可以悬空的，他们已经签署了那个 contract。OK，好，所以讲回那个老马那边啊，因为最近那个老马呢，他的身份呢已经很清楚了。啊，老马是印度人，是妈妈，现在人尽皆知。你到甘蹦里面，马来人通通都知道了，那通通都讲清楚了。哦，苏达法汗了，苏达法汗啊！现在那个柔佛王储呢，也这样讲了。然后现在的焦点呢，就是要调查呢，他到底为什么呢？他生三个孩子呢，三个孩子通通亿万富翁哦，啊，全世界没有几个人做到哦，这沃尔玛可以做到，你老马也可以做，啊，还有谁可以做到？他的孩子通通是亿万富翁哦，啊，做一下首相哦，啊，那个阿杜拉做了首相，凯里了，没有变亿万富翁了，啊，是不是？啊，所以一定是有严重的问题吗？然后这时候呢，那个伊朗呢，啊，本来其实还是有一群人呐、啊，还是有一群的中间派、中间偏右一点的马来人呢，对那个伊朗呢，对，还有对那个绿色海啸呢，还有一点点的希望的，知道吗？还认为这个伊朗可以改革马来西亚。结果呢，他们跑去跟老马一起哦。你知道上次老马呢，那个1919大选呢，输到安贵金都输掉啊，前首相22年的那个首相呢，安贵金都输掉啊。你可知道，在马来人心目中呢，他是多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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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low 了，知道吗？多么多么多么的糟糕了。但你整个回教党跑去跟老马合作啊，我到底是要恭喜你还是不恭喜你啊？啊，那观众朋友，你们讲一下，你们应该恭喜他还是不恭喜他呢？啊，所以呢，真的是让很多中间，特别是中间偏右选民呢，大失所望啊。所以到现在呢，在这个马来社会呢，引起很大的那个震撼啊。所以接下来，如果老马呢，真的是被打。被那个安华呢一条一条的揪出来呢，啊，他就惨了啊！所以最近有人找到那个影片，索罗斯的影片呢，证明以前我跟大家讲的东西是对的啊。当时呢，老马动用国家的钱，知道吗？动用国家的钱去买那个什么基金呢？他刚刚好给索罗斯看到，那个索罗斯弄一下啊，据说是300亿，300亿亏到完啊，所以他就在那边大骂那个索罗斯啊，然后呢？安华当时就是安华看到，所以他把安华关监牢关到10多年，就是安华知道这个秘密罢了。所以你讲叫安华拿那个秘密，他拿这条出来你就完蛋了，因为到后来10多年后呢，
那个老马见到索罗斯的时候，两个人和解，知道吗？啊，那个索罗斯跟老马讲：“哎呦，sorry，我当时不知道是你的，当时不知道是你的钱呐、啊，啊，I'm very sorry。”索罗斯跟老马道歉，知道吗？啊，那个照片给人家拍到，啊，那个当时他真的不知道哦，哎、啊，然后有人讲呢，老马讲呢，啊，那个不是我的钱呐、啊，不要紧啊，啊，然后就这样子原谅他了。你看他过后他没有讲索罗斯了吗？啊，之前讲索罗斯讲到多坏吗？啊，所以还有很多东西，还有很多料啊，啊，就是啊，当时就是安华知道这个秘密之后，他把安华关起来呀、啊，不给他讲啊，啊，所以还有很多东西呢，慢慢会爆出来的，啊，一条一条爆出来呢，现在你回教堂跟他在一起，他被找了，不用讲了啦，去荷兰了啦，是不是？啊，好了，啊，暂时跟大家 update 到这里，那么欢迎大家留言讨论，那么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我们下回见。